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本周五下午三点 ，Star DJ。Come to me, wherever you may be. Come to me. Hello，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，你们好，我是 Vic 张雨晨。非常开心呢，这一次能够担任本周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。那最近呢，我推出了我的金曲音乐盒 The Piano Man。那在里面呢，除了有九首的经典歌曲之外呢，还有一首是我自己的创作哟。那这张专辑呢，是利用我最擅长的钢琴来呈现给大家。那我会在这个星期五下午三点，就在吹吹音乐风，那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这一张 The Piano Man。那希望大家去喜欢，一定要收听。我是张雨晨。